谢谢保护队送的冲浪失败。Hello， 晨晨。Hello， 落日一笑。Hello， 大家晚上好。今天也有晚餐吗？对，因为我来不及吃，很饿。原来玲玲今天有播，你都没有关注我，讨厌！我今天有播啊，我今天播到九点，可是我刚好像迟到了七分钟还是八分钟。明天才开吗？可是我记得我好像是29号，还是我记错？是我记错吗？官网写7月30，那哦，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我记错了吗？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好像是明天。那可是我今天都开了哎，还是我们今天？还怎么办？好像是明天吗？开就开了是吗？好。对耶，怎么办？应该不是，因为我记得好像是有29号。那你明天要加播还是下次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那就今天先开一次，然后今天开完。没有啊，应该是说今天开完，然后明天再看吧，不知道。我想说怎么没有人来看？
错了啦。是我记错吗？奇怪欸，可以下播明天再开吗？好吧，那我再确认一下好了，那我再确认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可以回去确认一下吗？我确认一下，还是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办。那再等我一下，我再去确认一下。Hello， 那我就明天再播好了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